气质美女，这两个就不差上下了。你看身材长相，哎呀，给你俩整个稍微嗨点的吧哈，整个嗨点的。这个来，兄弟们抓紧先投票来，把你支持的主播票吧，把你那个支持主播的票子给他推出来。你两个人票数都是不差上下，就你俩谁的动作比较性感，我跟你说这帮老色狼我都老理解他们了。哎呀，这腿都上来了，我的天，哎呀，前排出售纸巾3块钱一包，不色似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一丁点我都不色，我都黑色的。反正我放曲儿，你也看不见我在干啥。再性感点，再给你点，来，兄弟来，马上就要赶超了，兄弟们，下个投票来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天，你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受不了，真是为了赢，这是命不要了，我的天。我要加一个好友，金主。我天，又一个到地上了，兄弟们，抓紧时间想走起来。看到了没？咱们12位美女主播，咱们就应该这么给力点，对不对？为了赢，我不惜一切代价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晚上胜出的女主播将获得我们993的热图推荐，大图推荐，首页第一个推荐，打开来官方是你的照片，手机打开来就是你的照片，所以小姑娘们一定要给力，千万不要重在参与。我跟你说，我就没赢。对，老铁，没毛病吧？有了咱们993的推荐，你我跟你说，你最少能涨一半粉丝。恭喜我们小雅获得19156票，我们诗月获得15242票，特别辛苦，特别辛苦，真的，哎呀，看见诗月这个表情，我好心疼哦。兄弟们，色色表情送给我们的诗月，来加油！还有第三轮，不要进来，来。谢谢所有的兄弟们对我们12位美女主播的支持，不管是哪一位主播都是特别的。